北天灯，南风炮，照亮元宵夜。每年元宵节，南北两大活动吸引无数人潮。放天灯代表祈愿祝福，互报平安；而风炮则是起源于清光绪十一年间，盐水瘟疫横行，死伤惨重，居民决议请出关圣帝君出巡祈安。从正月十三号关公生日这一天开始燃放风炮，一连三天，没想到瘟疫真的消退了。此后，风炮绕境就成了盐水镇特有的习俗，一代代沿袭下来。哦，领导人真细呢，无法度啦，啊，都这迷迷型的，哦，对不对啊？你较委屈的，哦，哇，这个就是风炮城，小珍要来学怎么做风炮，还要先钻城门。班长为什么要钻城门啊？哦，伊用哦讲啊，会当过温啦，啊，都弄两个哦，讲那迄个歹温的，甲弄两个啊，拢有气啊，好温的来啦。哦，首先把这个线，这线吼，甲压落来。阿罗诶，嘿，阿下来吼，伊撑住，因咱这有网啊，交下档啊，后壁有夹啊，交下档啊嘛。哦。啊，这引绳，你这样，嘿，你啊，这个夹子诶，哦，啊，一条，上面夹住，嘿嘿。哦，啊，为什么要插斜斜的？是不是？对，可是五度，至少五度这旁。啊，安尼吗？你凊彩拢会当，嘿，会当小插，嘿嘿。哦，安尼个。哦，你等迄边，我等这边啊。哦，爱比赛哦。无啦，啊，都心实就好啦。咸水人都，咸水人好客啦。哦。哦，啊，咧来伊就调。啊，都爱安尼自己自己插。好，这不倒缸啊。原来风炮得一支支粘到引线上，制作小小一个炮城就得花上一两天时间。班长说，早期的风炮架是用竹子或木条搭盖的。风炮槽则是就地取材，用鱼箱充当，就连风炮支数也有特殊规定，每排108支代表108条好汉，行行都兴旺；120支则代表活到两甲子，象征长寿。像我们年一年啊，总共这样一个大概有多少支风炮啊？基隆头三四千基隆东。哦，这么小就有三四千只，那种很大的嘞，像我看到那个大茶壶啊，有上万，都上万哦，几十万哎，几十万，几十万只也有。哦，那我们有规定形状吗？像是城门啊？现在比较少了啦，没有规定，主要你有什么创意，我都可以用，都可以用了。哦，就是每人也不一样啊。风炮的特性是什么？乱飞吗？没有啊，它也是有一个斜度啊，有一个斜度。嘿，啊，你啊，这夹放起来。这支甲放起来，哦，这支吹啊，这支导航线啊，啊，这支杆安尼放哦，对运气啊，哦，我白装啊，我白装，甲布啊，伫你裤脚装起咧，哎呦，就恐怖的呢，会惊呢，会惊哦，所以袂使安尼用这尔，一定要有导航线就对了，伊会射较远啊，哦，啊伊这有抛物线啊，啊，直直去啊，就是看你往哪个方向就往哪边飞就对了，对对。风炮出潮，气势惊人。但班长说，冲风炮可不是人人都适合，还是有禁忌在哦。我炮到哪遐上输的啦，也是遐迄个月经来的啦，是较无适合看这个螃蟹炮，有这个螃蟹炮啦。嗯。因为最大的禁忌哦，较会受伤啦。这若放一遍哦，放一年要放三年。放一个放三年，你也放一边啦，一定要放三年，除非内底都要有相思啊，啥物？因为这是一个规定哦，习俗啊。要今年有放，一定要放三年。每年嘛是爱放，一定要放三，除非有相思停起来。年年做，年年放，元宵风炮可是盐水人的大事。班长还特别开课教导年轻人怎么搭炮台。大伙齐心合力，再把各式高空烟火粘上城顶，最后贴上写有“文横圣地千秋”象征献给关老爷的红纸，风炮台大功告成。夕阳西下，鞭炮声四起，元宵入夜的盐水越来越热闹，来自各地的游客几乎塞爆小镇。晚间六点一到，五庙神教出发，我的盐水疯狂夜正式展开。看到没有？
风炮喽。可是啊，一个女生冲太害怕了，我请了一个帅哥来保护我。吴大哥你好。你好。吴大哥，我们要冲风炮，好像装备要非常齐全哎。你看我今天身上哦，穿的跟那个寒流来一样，我里面已经有了，然后还穿了一件厚棉袄，还有一个外套，还两件裤子，我真的好怕痛哦。到底怎么穿才安全？你今天的装备标准吗？哎，因为我们要首先哈，我们这个要有一个全罩式的头盔，全罩式就嘿，全罩式的头盔。然后像我这顶帽子就有加个帆布条，哦，如果没有加帆布条的话，我们就用那个毛巾，哎，围住这个，围住这个。而且，哇，吴大哥，你这个历史啊，是之前留下的痕迹吧？对不对？这些都是炮，对对对，炮得动哎。哦，所以啊，小珍啊，非常的害怕。都已经把安全帽这边呢、啊，都已经围了毛巾哦。然后我们要穿那个大衣，大衣，最好是棉质的，棉质的，棉质的。然后牛仔裤，牛仔裤，运动鞋，运动鞋，对，还有棉质的手套，手套，棉质的手套，对对对。大哥，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走失啦，哦，不要走失，不要走失，人少太多了，不要走失。啊，听到炮声。我们要赶快着装，不要有时候你听到炮声来不及了，要准备着装。要着装，然后一定要安全才能冲锋炮喽。对，所以待会小珍呢还要戴上口罩，塞上耳塞，还有戴安全帽，要去冲锋炮喽。那现在他们已经开始出发了，开始出发了，好兴奋哦。对对，可以，好，带去了，好，着装，那带去。好，走了，走。安心冲锋炮，装备不可少。小朋友也是口罩、安全帽包得紧紧紧，还有人自制透明防护罩。总之，全副武装准没错。超漂亮的瀑布烟火，虽然现在戴着安全帽，我看不出来是谁了。可是咧，这个等待绝对是有价值的，因为啊，通常都先放完这个瀑布烟火，然后就有高空冲天炮，然后之后呢，炮台就推出来，然后就会可以冲锋炮咯。哇，可是戴着安全帽真的好热哦，不过为了安全，还是要继续戴着，加油，加油，耶，加油。神教队伍分成三大路径绕行盐水，商家居民在神教抵达时推出炮城，烧掉外贴红纸，代表把风炮阵献给关老爷，最后再点燃引线，霎时风炮万箭齐飞，炮声和尖叫声此起彼落，神教三进三退，叫做鸣叫来丢，火光中跳跃飞舞，真的好刺激啊。更大更刺激的，实在人太多我们挤不过去啊，哎，挤不过去。短短的一条路，吴大哥说可能就要走半个钟头以上。可是我刚刚看啊，你怎么知道风炮要开始啊？我们看那个神教哈，他一直在摇摆的话哈，那就代表那个已经开始那个要等我要开始放了，就那为什么我刚刚看风炮，他不叫我一直跳？就要紧张，对啊，跳。要热身运动啊，哎，就怕那个炮，壮胆，壮胆，热身运动，对，看大家跳得好嗨哦，对对对，真的很刺激耶，而且那个炮打在身上会有点麻麻的，好像给你按摩一样，按摩，因为我们那个厚一点，不然还是会痛，对，基本安全这个要注意的，这个眼睛什么都要基本配备要。所以我们每年呢，在绕境的路径大概是怎么样？那下午我们元宵节当天的下午，它就是先到我们盐水镇的镇外，晚上8点开始，它就开始
进入我们盐水树区，一直到盐埕三四点结束，就是把我们盐水镇所有的风炮全部都放满，才休息这样。啊，神教走到哪边，那个风炮就放到哪边，啊，人潮就跟着神教一起走。所以在元宵之夜，盐水是个不夜城、哦、整个盐水镇都轰起来了啦，轰起来。好，吴大哥，接下来我们要冲哪一座？你看到冲哪一座，我就带你去冲哪一座。好，走走，好，继续走。Hello, where are you come from? I'm from Canada. Well, Canada, so this is your first time? No, my third time.我朋友啊，他的这个哇，毛巾上全部都是烟，他真的太勇敢，小珍我太佩服了。So can you tell us why you come here every year? This I love this day.、Yeah. Taiwanese people normally they're very calm and very relaxed. They don't go crazy. And then today, everything goes nuts.、Oh. Everybody just has the craziest, best time. I love it. I love the fun pow. Yeah. Fun pow.元宵夜，烟火照亮夜空，恍如白昼。人群冲锋炮，盐水化身疯狂小镇。北天灯，南风炮，见识到了盐水的疯狂之夜，也见证了文化传承的永续祝福。